打不了，我觉得八点半打不上，张之臻的球八点半打不上。谁拿了两战250啊？好球啊！这个巴埃斯还有点东西啊，就是大家得，你别让我那么辛苦，我明天还要伺候局去呢，哎，明天一早还得去我父母那儿，所以不想耗太多精力。但如果大家要是给个打车钱，我就说一场。谁是小矮子呀？西北昂泰克啊？什么呀这叫？萨姆这局是不是要悬啊？感觉那这样吧，等到那比赛开始，咱们看一下第一盘行不行。如果第一盘呢打得不够好的话呢，就我真的没想好，真的没想好，先聊着吧。如果我感觉不是特别累的话，就咱们就一直看下去，好吧？晚上八点是不是有一场直播？什么直播呢？你指的是什么呢？哎呦，萨姆这放小球啊，干嘛呢？刚才我也说过啊，这个萨姆我没有那么喜欢，因为毕竟还是打败过郑钦文很多次，几次吧。交锋史上郑钦文现在是落后，3-4吧，还是3-2啊？应该赢过他两次，对吧？第一次在巴勒莫，然后呢，第二次呢是在今年的中东，还是北美啊？我忘了啊。嗯，对，现在这三个都是前50的。张之臻之前是有一场辛纳对巴埃斯，西北昂泰克的破发点，我去，我想骂一句，邪祖宗，看看这破发点上。发外角，哎呀，这个球啊，发长了。啊，果然被破发了，是发了双误被破发啊。我笨。然后辛纳那场应该是决胜盘，现在，估计是那个，哎，你巴埃斯没离场啊？这职业选手肾都够好了啊。打到决胜盘都不离场，
我没看这个萨姆索诺娃的郑州赛赛程，肯定会推啊，肯定得往后推啊，推到明天啊。这辛纳又跟裁判说什么呢？裁判还得从座椅上下来，不是现场下雨了吧？因为明天一大早，你至少得让我能打个车去。啊，巴埃斯是回休息室了，所以这决胜盘呢还得晚一点开始。然后另外呢，那边那个，萨姆已经是遭到了西班牙昂泰克的破发。我印象中啊，在德尔波特罗和德尔波特罗之前，阿根廷选手呢都是那种就比较高大的那种选手，但是后来呢，这个德尔波特罗不打之后都变成小矮子了，都是地表最强170那个标准的，都是那模子里刻出来的。6-3，3-6，两个人打决胜盘。其实要静心解说张之臻比赛，我现在才开播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播了快一个小时了。如果这个辛纳能速胜他也行啊，即便辛纳速胜他也得是8:45开。哦，对，对。好像就是说他们这些南美选手从训练开始就都是红土。辛纳状态也不好，可能也是因为就是相对来说赛程比较紧吧，这个亚洲赛季中网又是拿到了冠军，对吧？然后马上征战上海，不是说梅德韦德夫都出局了吗？但是大师赛还是挺重要的，相对来说积分也高，奖金也高。我要是当一个穷游博主，我就去各地去转网球场。但是穷游博主吧，我又住不了青旅，所以还是不能吃苦吧。我操！巴耶斯上来就爆发了，决胜盘1-0。要不要听听歌？我觉得我的直播里有我的学员，那也挺正常的。
谁当网球教练还没几个学员啊。只不过学员不是大哥而已，对不对？你猜猜张之臻几点开始？你猜猜猜猜，不猜就不好玩了。猜猜，要等这个辛纳这决胜盘打完才能有张之臻啊，张之臻才会出场。这个娇娇唱这个娇娇这版的这个换了什么呀？我现在看不了这个图片啊，我们来看看吧。娇娇为什么一定要挑战他师傅？就是，是不是类似于那个曹云金啊？这样才更有这个什么呀？重新进，有声音啊，有声音，放心，绝对有声音。中网决赛现在就打着呢，运动员比演员帅多了。你比如说就是运动员帅不帅，确实是挺帅的。要说比演员的话，还是不同的行业嘛，对吧？现在决胜盘1-1啊，
肯定的，我同意你说法啊，我同意你说法。运动员比演员帅。那个杭州本地的那游泳汪顺怎么样？汪顺是很棒啊，汪顺很棒。我印象中就是孙杨之后是他领衔。训练我不知道啊，你应该知道啊。你要是当地人，你应该去看一下官网啊，或者去赛场去看一下那个训练时间安排。嗯，张之臻上次输给土方李辉，是不是有伤还是就是，反正那场比赛呢，就是张之臻。张之臻和对手呢，就是张之臻世界排名比他高，相对来说呢，没有那么冲击，就是他冲击的欲望没有那么强。我是觉得当时是这样，如果对手是一个比他排名高的，或者说是一个名将，没准张之臻会抱着一个冲击对手的心态去打一场比赛。嗯，听着这个名字很像那个地儿的人是吧？不是。他是美丽国的，啊，现在辛纳破发了，决胜盘2-1，那咱们就把这场球说下来啊，然后你们刷点礼物啊，别让我太辛苦，明天我至少也得是打车去，打车回吧。那咱们就说张之臻这场啊，嗯，不打就不打吧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不打那个挑战赛，不是也挺正常的吗？是吧？哦，谢谢。什么？他刚才给我一个提示。哦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这就是给我打礼物，这就是我学员。行，我特意把那段给录下来了啊，等着我到时候发某友圈吧。你看那脑门上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或者你点我的头像去看一下我的视频更新，有关于郑钦文这场比赛的介绍。
他要在深圳打挑战赛还排不到种子，那是不是有点太 low 了？到时候等到冬天咱们看啊，室外要能打，我就多陪你打半个小时，因为室内的话呢。你要听不到声音就重新进，重新进。沃洛季科是吗？不就是 K 邦吗？K 邦达联科吗？对吧？我心态还不爆发啊，真他妈真够慢的。沃洛季科是吧？他们那个发音，那个 D 是 G 是吧？我就记得有一个叫沙斯基科，沙斯基科，是那个中亚的那边那个。但是为什么不是 A 邦呢？是 K 邦呢？A 邦是姐姐还是 K 邦是姐姐啊？咱们慢慢等着这场比赛啊，这辛纳这上网还不错啊，还挺坚决的。沃洛季科，哦，这个他们那个就是结婚之后是跟姓氏改了是吧？哦，明白了，就是这个沃洛季科是姓对吧？名还是那个什么卡什么什么那个，就是那个是吧？重新进，重新进，重新进，重新进。重新进，重新进。对呀，邦达联科都37了，3-1，辛纳现在领先。打胡尔卡奇呀，胡尔卡奇赢了。如果按常规来选的话，肯定是选胡尔卡奇赢。梅什朱琳在郑州500赛首轮的对手是德国人西格蒙德。来看一下双方的情况。西格蒙德呢，目前的世界排名是114位，也是一位资格赛的常客。最高的世界排名一度是来到过第27位啊，比朱琳还要高啊。朱琳目前世界排名第34位，最高的世界排名呢是第31位。西格蒙德都已经35岁了，35岁对29岁，两个人都是右手握拍，双反握拍，有过一次交手，
怎么回事儿？什么？进不了吧？啊，应该行吧，应该行。不知道，应该可以吧？不太知道怎么回事。听得见吗？现在？我还真不知道巴黎大师赛到底怎么着，因为男子相对来说看的少一点。那我就下播，然后再进。那应该行吧。那应该是，我觉得是可以啊。我看一下啊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这计分板怎么变了？我看一下，没有，这不会吧？对，今天是他生日，是。所以我今天就是说，不许说郑建平不好。我是说不许说郑建平不好。那个礼物就是，他就是带人的，没有钱，就这样吧，没事啊。到时候那个我。到时候有场地的话，我多陪你打半个小时。当然，这个室内这我不能决定啊。这个室内这个人家是有时间点的啊。当然，室外可以打的话，我就多陪你打半个小时，没问题啊。我怎么没看懂啊？这个决胜盘这怎么了？怎么变成3-2？现在辛纳这个还是有破发的优势，3-2。
嗯，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反正单反相对来说，双反来讲，的确不那么好上手。嚯，谢谢戴的啊！啊，今天咱们就把这个张之臻这球给说了啊。但是如果要是让我选的话，我就打双反了，还是双反的这个效率更高，或者说更实用。哦，还有新留言呢。新留言，什么？好、哦，啊、哦，行行，我明白什么意思。那就是还是你练的少啊，第一次玩，就是你还是你实践的少啊，对吗？你多实践一点，实际上，还是你练的少，还是实践的少，实践的要多的话，其实。就慢慢就熟练了，就是能够，掌握这个所谓的击球节奏，但是得慢慢来，因为你要是不实践的话，不在实践当中用的话是不行的。反手就是这样，如果你要不用双反的话，双反呢是要求你一定得跑到位才能打。所以双反的话，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；单反的话就更偷懒一点。相对来说啊，反正你想你就伸长手臂就够嘛。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是，就是来不及用切削了，这很正常。嗯，还没打呢，再等一会儿。他前面那场比赛还没打完，辛纳希望再破一个啊！要是再破一个的话，哦，机会呀！大哥呀，来了，40-15啊！辛纳看来能有第二个破发，要是有第二个破发呢，张之臻这球能再早一点。还能置顶呢，这个。哎呀，拼一拼吧，我今天。准备不充分，那还是打的少啊，对吗？还是打的少啊，打多了就形成肌肉记忆了，你就知道这个你的准备就不会晚了，还是不够熟练。辛纳现在应该是5-2，所以呢，张之臻那球呢，9点之前能开始。我说存在。哦。这样演，上演都没被破产，中网决赛，一个有，
那还是打得晚啊，你感觉到磕倒了，那还是打得晚啊，对吗？击球点太晚了，击球点晚就跟熟练和不熟练有很大关系，就是不熟练嘛。那不行，要是解说这场比赛，我得换件衣服去。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张娟啊。这场决赛的这个中网决赛主裁判是张娟。至少从下层看台来看呢，还是做的比较满。上层就不知道了啊。但是如果你要是决赛都不能坐满这个体育场的话，这主办方干嘛吃的呀，对吧？萨姆第一盘2-6，现在第二盘1-4，完了，中网冠军将是西贝昂泰克的了。辛纳呢，现在是发球胜赛局。那既然是有这个行业，对吧，叫这个名字，他肯定就是吃这口饭，也能理解。就比如说您要是对吧，您要是万一就是要是需要吃饭的时候只能干这行，就是没有更好的选择，不是也得干吗？对，空着也不能便宜，是这样，因为它的成本就不高嘛，它的成本不高。你可反正就是，其实要说也挺可恨的，可是要是换位思考一下，其实也还行。要是你指这吃饭呢，也没办法。辛纳这场已经打了2个小时了啊。对，西贝昂泰克横扫这个萨姆索诺娃。我换件衣服去啊，换件衣服，反正也没人看。换件衣服。啊巴拉布。啊巴拉布。辛纳已经是2-1啊，赢了这主了，然后预计45可能入不了场，没有采访吧，就费劲劲了。没有采访吧？这个8S呢，第一盘还挺猛的，但是辛纳这个毕竟还是厉害，学无先后，打者为师嘛。我现场还有采访啊，这么烦啊！
我客厅这表大概是慢五分钟还是慢七分钟，我忘了，我也懒得调了。来了啊！这留在这儿，留在这儿的话，那就放在这儿。巴埃斯，叫塞巴斯蒂安·巴埃斯。没开始呢，没开始呢，没开始，别着急啊，再等会儿。哦，已置顶是吧？我还真不知道。因为我相对来说南网没那么关注，反正现在南网不就这么几个吗？德约、阿尔卡拉斯、辛纳、梅德韦德夫，对吧？鲁内呢有点指不上，神经刀，但是毕竟年龄还小。辛纳下一轮打希尔顿啊。我将会解说呢张之臻对中岛布兰登的比赛，这是上海大师赛的第三轮，胜者呢将会进入到第四轮。如果张之臻可以进入到第四轮的话呢，大概率是面对胡尔卡奇，然后争夺一个八强的席位。阿尔卡拉斯击球还好，阿尔卡拉斯能跑。哦，是吗？三座大山挡着他呢。现在好像现场还有采访吧？我刚才说，我觉得五十就能进场。现在在采访辛纳，那五十进不了场，还是九点吧？就是说九点进场，会比较累，我会比较累。这个要礼物就要了啊，因为毕竟比较辛苦嘛。还这没完没了说呢。辛纳是中网冠军啊，对吧？还是有能力。阿尔卡拉斯太能跑了，你看他那防守，你看他的那个急停急转。即便在草场也能把德约给赢了，对吧？还是挺厉害的。女单那场我没看。我估计西维昂奈克肯定熟是萨姆吧。
现在呢已经是5-2了，第二盘西维昂泰克距离收下这场比赛已经很接近了。西昂泰克30-15，这是萨姆非保不可的发球局。我觉得就是他拿到冠军之后，他的信心自然就出来了。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啊？那他从小的这个竞训环境和中国选手不太一样啊，但肯定有天赋啊，天赋是一方面吧。我觉得还是环境不一样，然后更多好的这种高质量的训练和比赛呢，能一直到这步，然后一直确保到他能够拿到大满贯冠军，然后拿到大满贯冠军之后，自己这个自信就有了。就比如说王新宇，那打得过就是真打得过，打不过就是打不过。比如说对萨卡里，对吧？他不是也说自己这个腿伤就是有疼痛感吗？所以那个左腿的伤势还是有一定影响。西班莱克还不收下这比赛了，真费劲。9点开始，应该是9点开始。前面的辛纳这采访啊什么的退场啊，还得有点时间呢。然后另外这球场也得整理整理。什么？对，肯定啊，它稳定性更高啊，它控球更好啊，对吧？西维昂泰克，哎，我今天是和李十三的直播冲突了，这时间。但是我这人有一个习惯，就是看人家的这个直播回放，基本上不看直播。结束了，西维昂泰克呢拿到了中网冠军，掩面而泣。哎，你好啊，晚上好。哦，西维昂泰克是天赋之女啊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，反正他是正义的。西维昂泰克是一个国际自由主义战士，哭了。另外还要说一点，就是说西维昂泰克好，比如说跟他的这个团队也是有关系的。所以亲文正就别折腾了，这回他爹的这回这决定一定得妥妥帖帖的。本来我是想学一句方言，但是我学不了，我觉得就是你至少得让有一个稳定的团队吧，对吧？是或者说有一个稳定的环境，你这样才能长球啊。这个都做不到的话，对吧？那你不是毁孩子吗？当然啊，他爸是专业人士啊，我得说啊，他爸是专业人士。再等等啊。
怎么还看这个呀？该切了。对，西维昂代克确实有一个好的团队。西维昂代克，怎么着啊？到底胡尔卡奇对许修是吗？现在正打着呢。所以西维昂泰克这个球更熟练啊，对吧？来了，妥妥的。我也想录，我也想录。西维昂泰克，哦，中岛布兰登率先入场。什么？关键是郑大炮的决定啊，这是关键啊！郑大炮怎么想的，咱们不知道啊。是吧？那脸蛋子一嘟噜，一黑脸，多难看啊！那脸色给谁看呢？啊，张之臻也是露出了自信的笑容。要不要录这场呢？能录吗？这个盖标呢？张之臻呢，也是领着小球童入场了。不行哎，看不到，不行。对啊，郑大炮，没错啊。是说还为这外号挺自豪的吗？不好听吧？我觉得啊，不是夸他呢，脾气大就叫这个。我觉得脾气大的人多了。